家好，我现在呢人是在新竹。那为什么会在这里呢？是因为在六月份的时候，台北的南港瓶盖工厂会有一场非常盛大的纸胶带聚会。那我们今天是要来抢先看一下今年会有哪一些新品，一起走吧。首先我们来看到的品牌是墨染一色，来看看这里，不管是物件、不同题材的各位主角，或是美丽的花草们，都非常的好看。人物的风格很多元，这种日式的或前面的精灵系列啊，都蛮吸引人的。精品玲珑是镭射银，整体搭配啊很细致，小兔子也非常的可爱，紫阳花开的表现很浪漫，我个人是相当的喜欢。还有豆蔻年华，这个年代的妹子啊，我的后宫好像还没有哎。哦，对了，来看这两款日式的物件，其中有一款是有发售的，另外一款是打样限定，您喜欢哪一种呢？继续是我们看过的白狐系列，这位虽然不是拿古筝，但还是要支持一下传统乐器。来了，这边登场的反派角色毒苹果系列，问了作者之后啊，才知道这一位是虎姑婆哎。这些角色这么美型啊，根本就意图使人加入反派阵营啊。颜色缤纷又梦幻的城堡们，我个人觉得是蛮值得入手的啦，各位。诶，他尼莫吗？最后这边不是新品，是前年我只在乎你的品相，这些颜色被渲染的星球当中，作者都有藏一些小动物啊，还有山川等元素哦。星球控们是要怎么忍住啊，各位。这个这次的概念是什么？因为它跟去年其实也出过类似的字母的款式，这次的差异性是在哪里呢？这次的主题是关于疗愈，像是你下班或下课之后呢，你可能有点心情受挫，那这些字句会带给你一些小小的力量，那你可以继续在明天就是继续奋斗这样子。那这个呢，也是算是一个你的自我疗愈的过程。对。这个是我父亲生前最喜欢的百合花，因为我父亲在我很年轻的时候他就生病去世了，然后他生前的时候最喜欢百合花，那我想说他走了之后，我有大概10年的时间没有画过任何的东西，那走出这一段伤痛之后，想用他最爱的百合花来纪念。那为什么是黑色的？想说就把爸爸带给小女儿那种温柔最丰富的色彩在我们的记忆里面用黑色来呈现。来看一下 JAB 的作品，有先做样本了，简单设计就可以这么有质感呢。我们的新品的话是以走乡村路线的，然后它是走比较就是美系插画的概念，然后就是蛮多就是像是动物小伙伴啊，然后会有一些乡村 的小动物，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旧书报的造纸，然后都把它融入在就是笔记本里面，然后还有这一次就是上次我们目前出过的，就是春泥跟大地，然后这是第二代，然后就是有8公分款跟就是6公分的款式，然后一样有前缘的造景跟后面的就是背景的部分。目前森果的新品系列带来美好的乡村庭园风光，还搭配了很多笔触很精细的俏皮人物，还有小动物，复古风格的碎纸片。加上风景和手写字，我觉得这个系列啊，就算是无法全包，选个其中几款，也可以做出颇具规模的拼贴作品。再来这边是母亲节的3样新品，祝福美人、康乃馨和美人蕉，你看他们3样搭配起来超美。哦，对了，还有这种华丽的框框，
搭配花草动物还有可爱的小朋友，就是东洋西洋引路人系列，很适合做小卡片的拼贴，而且它整个都已经搭配好了。这次的品川日新品非常的吸引人哦，治愈芍药，芍药忧患搭配栀子花，这一套相当疗愈啊，而且很百搭，所以新手们请特别留意了。再来是这一套充满了希腊风情的海岸风光和蓝白色建筑，整体的风格温和又温暖，让人放松，重点是拼贴很好搭哦。再来看到三爱意，这里有成群的梦幻花卉，他们的印刷都还有特别的小心思哦，你看光是摊开摆在一起就非常吸睛了。我现在有点困惑，是我已经不知道要存多少钱来买了耶。为什么你会说它是你风格转换的一个起始点？因为先前的话还在看说属于就是漫画类型的，然后还有那种插画类型的人物，然后都尝试过以后一轮以后觉得就是想说这种系列的话可以来尝试看看，然后就先做了一次这样子，然后没想到反应还不错。好，那这个系列是美满，由向阳花语、向日葵絮还有暖光少女组成。我个人除了郁金香之外，最喜欢的就是向日葵了。它旁边还有搭一些图框设计，把它们拼凑在一起，真的是有一种温暖又幸福的感觉。OK， 聚光棉来啦！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华丽的金透梦天使、金透幻天使，还有蓝盆花都是新品。看看天使们搭配了周围色调很梦幻的物件，就仿佛是穿越童话故事的场景一样。哎，拼贴示范的作品啊，是不是也非常的有艺术感呢？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新的品牌小森信札，他们有四款色彩很饱满，而且主题性很强烈的花卉，这种应用在拼贴上绝对是美丽大方。还有贴吉工作室也是新的品牌，它的风格啊带一点时尚和高贵感，黑白金的搭配稳重，又会让人忍不住要多看几眼哦。在这次的新品发布会之后，预估六月在台北南港平安工厂台北制造所会有展览活动，后续我们会邀请大家来继续抢先看。那我们下一支影片呢，也会邀请到几位拼贴大师来分享关于拼贴要怎么样练习哦，一起和我们爱上纸胶带吧。当我们看完了新品的发布会之后啊，接下来我们还有机会可以来发一集，看看要不要请和拼贴大神们来教我们怎么样拼贴出好看的作品哦，敬请期待。那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者什么样想说的话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哦。那我们下次见啦，拜拜。